微博里小新和凤姐的那些事，刚刚在微博里看到的。小新太会玩了，凤姐罗玉凤也是林更新的九亿少女之一，好几次在微博直接说林更新好帅。好吧，凤姐，在这一点上九亿少女认同你的观点。林更新也有好多次直接回复罗玉凤微博，表示欣赏她。我想罗玉凤和林更新的共同点是都是接地气的人吧，看着他俩微博觉得好有意思。